来到哈哈农夫，对其他的三位男艺人有什么不一样的评价呢？都是因为我是女孩子嘛，就其实很多方面都有在照顾我。那刚刚其实金汉对你有一个评价，你想听一下吗？什么评价？我一直觉得超越妹妹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。你原本想象她是什么样子？因为超越妹妹以前我觉得毕竟是在舞台上唱跳，她会很在乎自己的形象。后面我就觉得完全没有包袱，她很豪迈。对，我就觉得这人就是可以用我第一个词来形容，就是真实。哦，好温馨啊！突然这个画面变得，那么的豪迈啊！其实是没有包袱的一个少女，对，对，是包袱已经基本上掉一地了。